瓦金多。这个是在我们这边打赌，是我第一个跟人家打赌，是一个姓杨的哈，他以前在台中失败三次，账户要手术几斤。那后来我差不多这个时候，他第八天后肚很漂亮，他胚胎就是他冷冻胚胎，我觉得会怀孕，就跟他呛下打赌。结果他怀孕那一天，两条线嘛，他第一个怀孕哭，然后第二怀孕人不见了，就不见了，找不到。然后第三个怀孕是提了十一袋那个星巴克的咖啡跟热可可进来，每个人一杯。那以后他来缴冷冻费用哈，都是不是带冰寒期就是烤寒期。那我在怀疑他们家出来可能有一个在卖寒期的，好奇怪。然后这个是，我刚才才跟一个打赌，应该还有抓一大把，一大把，一大把。假丁是鸟丁，你不要听过吧？你这一大把好像很小把，再一把好不好？应该够了，换你抓啦，换你抓。丈夫的手比较对的，这样才有诚意。